Hello， 各位小盒子们，欢迎来到 Keybox， 我是一贤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玩一个新的小游戏系列，叫做 Dragon's Escape， 就是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反正就是，就是用中文来说的话，就是，逃离龙堡。反正就是我们要不停的跑酷往前，然后就是后面会有这就当做刚开始的 miss 了。先告诉大家怎么玩，就是你得不停的往前跑，然后呢 ，Ender Dragon 中介龙嘛会在后面破坏你的道路，所以说你得赶紧跑酷，快速跑酷往前往前。然后呢，每个人选择的都会有各种招数，比如说这个嘛，他手上不是拿着那个小的斧头吗？它就是可以让你飞起来一瞬间，差不多射出去。然后呢，就是反正你得赶紧逃出去。我认为这张地图非常的难，因为我每次都死在那边，几乎就在这边就死翘翘了。干巴爹，哦，这个人，快跑！好，这就当我第一集的错误吧，没关系。还有一个人活着，啊！中介龙，你想干嘛？哦，不要！我被卡了一关，差点不能动了。他在前面完全没法够哦，不要挡道啊！啊，对，可以这样吗？啊，不要回去。那个人到底去哪了？哦，那个人死了，在这边。不过好厉害哦，他跑到这里。那就当做我第一次玩的弱点，没关系。GG。他说终点是那边吗？我为什么感觉出困难都绝对会死掉的感觉？这样跳下来绝对不好玩啊！啊，不好入，不是应该退出了吗？呗，为什么我还在这儿？好嘞，我卡住了吗？哦，连接，嘿，大家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刚刚这两件超时的什么东西完全不明白。好，那赶紧去选择，然后这里就是让你选择你的职业吧。反正这个似乎是 Ultra， 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，不过这个需要2000 金，这里就是你每次玩游戏都会得到金，当然如果你很厉害。然后当然我们一开始只能选择这个，除非你有那么多金才能玩这个，那要多少啊？我不想要浪费我时间去玩，去搞这个，好吧？反正那现在要等，哦，要开始10秒钟，跳去准备等，没有人在啊，对，跑，准备去跑。地图是什么来着的？卡了，还是这张吗？我好讨厌这张，我可以说真的好讨厌这张吗？哦，啊！我都忘记会受伤的，当你摔伤，这个人好挡到我眼睛。呵，你选择在前面吧。呵，差点掉下去。快点，别挡我路。啊，你血不弱。啊，我应该是走这边吗？等下我鼠标。No！快点，还来得及吧？哎呀，我鼠标，一下鼠标弱爆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到前面一点浪费我的事，起码到前面一点，好吧？这样谁赢了？我赢了！哦，好卡，我赢了，因为我刚突然往前了吗？是因为好卡哦，真的是。以前都很少卡的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吧，那鼠标赶紧换一个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坚持。这个鼠标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每次都给这个鼠标害了，我绝对会死了。Let's try to get there like this。什么鬼？真是的，我的鼠标啊，害死人！因为每次录影的时候，我的鼠标都会有点击声嘛，还有40多秒。然后所以说我就是换了一个，然后谁知道这种连接式更加麻烦。Dance party， 我才不要跳舞。哦，他怎么上去了？哦，
还有30秒。嗯，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弱？嗯，我们已经玩了3局，这么快？这么快吗？怎么这样？我也太弱了吧！我不是那种弱鱼吧？弱鱼。嗯，我不会这么弱吧？然后呢，我的网站会放在下方啦。我快开始了，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哦，换个地图，好喜欢，这是第一张初始地图。就一开始制造的这个游戏就是这个地图，可以跑路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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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其实走这里是近道，但很多人都选择走上面，走上面更加麻烦，好不好？啊娘！我刚居然被蜘蛛网夹住。其实最烦人就是一大堆人在你眼前，你跳都跳不了。你却发现我的跑酷也不弱吗？哎呦，快点！呀，准备，哈，哈 ，no no， 快点快点，很近的声音，啊，哈，快点快点。哦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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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赶紧 leap 过去好了。嗯嗯啊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摔下去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你居然已经到我第三名，还不错吧。啊，你个中介龙，你不能来晚点来吗？哎，如果我们待这边会不会不会死呢？可以不用会死在这边。嗯，第三名还不错。哎，我已经得了115个吗？这是刚刚的第一名，其实得了很多 James 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他们老是写 dance party 跳舞 party 派对？哼，为什么感觉说英文说久，完全中文就是不会讲？怎么办？要去治疗吗？我在讲什么？嗯。反正最近如果大家问为什么不跟别人爬边的是因为啊，因为我太弱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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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因为就是嗯，我只是个孤独的人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那也不对，嗯，就是反正就找不到人，时差的办法啊，而且旷工嘛，最近暑假也不知道最近在干什么，除了昨天我们拍的偷拍以外，不知道他今天去干嘛。今天刚考完试英雄好惨哦，今天路上还遇到车祸啊，真的，我坐的车出车祸了，好险还好好的我，哎，否则就没有我，真的出了车祸，不过好可怕。嗯，要开始了 go。 哦，就是这张讨厌的地图，我很弱耶，这张地图。哦，让我 go please， 不要挡我脸，不要挡住我。不要挡住我！不要挡住我！不要挡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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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！不要挡住我！好险没有什么人走我那条。大、啊，刚说不要挡住我。呵，哦哟，那个人是怎么死在那儿的？呵 ，no， 我每次都跳不过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哈？花生什么树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掉这里了，好吧。刚说人家我也没好到哪儿去。第三名啊，不对，我是第四名。讨厌刚，哎，这个人为什么在这儿？还是我卡住了？哦，是，所以说他根本就没在跑吗？哦，你这个 dragon 到底老是、哦，他好厉害哦！为什么是史蒂夫？他不识路了吗？快点跳！Jump， 跳下来。他赢了，他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？这样，他为什么死了？哦，好吧，这种局绝对会死的。好吧，那我们来我们的最后一局。Go， 我是绝对不会死的。嗯，最后一局呢？还是两局？两局好了，两局。英雄就是传说中说话不算话的那种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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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可能？今天为什么我老是说不对？考试考得快要头脑爆炸完全，三好大一大堆考试的超烦人，他
然后我在下面的时候就不踢踢我上去。哦，这个原来是人形的。哦，有，但穿这种衣服也非常的奇怪，不是一般的奇怪。要30秒啊！最近大家有放暑假吗？因为这里已经要放了，这个星期还有星期五就差不多，就是现在今天星期三，明天星期四，然后星期五就是一些自由天，而且那天是半天日文学校，是因为最后一天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每个月都有个半天日，超赞，有没有？超赞，有没有？大家有吗？不知道。Everybody hope， 他说想要别人先死最好，那个人，他说 Why is he good at this？ 哎呦，我笨了刚是不是？啊，这些人好挡挡好阻碍，好烦人。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守这里？他们都不知道吗？也许是看一个实况组玩这个才知道，原来有这种密道。被你蜘蛛网黏住，哎，他后面有个 YouTube 哎，实况组外国吗？其实这里很多外国实况组。Oh my gosh！ 不要，亚美，亚美 ，no，leap， 啊，我死了。然后从这里呢，你要从这个金字塔这边啊，他死了。我为什么会掉下面，我就完全搞不懂。哎，我说如果你待这儿，你会不会活着一辈子呢？我认为这样会活着，很有可能耶。不过我上次直接掉下去，为什么会摔死？这不公平啊！不对，要不我们就待这里，就是能活一辈子呢。这样子，躲这边，然后就可以待那边。哦，那个人还在勾哎。是谁啊？哦，等下他的 skin 是什么？为什么是棕色的？饼干吗？还是海绵 ？Oh no！ 死了！哇，这是Bigo， 终结在那边啊！哇，似乎没有人完成过是吧？实在是太可怕了一点，其实。哦，好吧，那大家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告诉我哦。当然 IP 会放在下方，大家也可以去玩。这是 1.7.9 的似乎是这样，因为我一直是用 1.7.9 进来的，就这样子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可以点下喜欢，如果想要委托我们的 Keybox， 然后任何游戏的话请到我们的 FP 专业po文或者直接私信，要不就是如果想委托我个人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去我们下方的音学委托室那边点下去，然后呢再写上你名字，然后呢再告诉我地图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大家就这样子，拜拜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。